如果就是有男的收纳师到你家帮你整理，你 OK 吗？其实我觉得我应该 OK，因为我身边是蛮多各行各业身边的人都是男生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很习惯。对，我很习惯接触。就是说，男生会不会，比如说他整理，然后他要碰到一些比较贴身的内衣啊，内衣裤怎么办？那我会 make sure 我的内衣裤是好看的吗？OK， 你看，他的重点完全不一样。没有，这不是真的，我说是做这个行业的。对 ，OK， 我如果真的不小心走光。那我走光那颗美吗？那颗好看吗？那我就是这个逻辑。对，因为我怕不好看的被人家发现，这样子有点丢脸。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整理师 Mr. Xu。收纳师，对，我知道，就是很多人搬家，然后他自己都不会弄，然后你们是不是可以从搬家开始整理？那你下架装箱，然后再到新家上架，重新归位，对吗？最近好需要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人不用动。对，就是你自己到你新家去，然后你也不用想你新家什么都要放哪，他会帮你全部归位整理好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独家绝活？我们的做法是希望每一个物品都有一个家，让它有固定的位置。那假如物品是允许的状况下，我们都会把它重新归位，跟让客户可以比较好拿取，比较顺利。好温暖，就觉得他好像不会乱丢我东西。就发现到爱上了收东西。应该是从国小、国中那时候，因为家里可能房间不够，然后就跟弟弟同一个房间。那我就是可能一两个礼拜就会想要把整个房间，对，整个大挪移，会觉得感觉是一个新有新家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想要有新的不一样的生活，或是喜欢把家里整理得很干净。我们都会觉得男生会做家事、会收东西，好加分，好加分，对不对？天棒。但是他跟他老婆吵架，为什么？其实我们的个性其实会让人家讨厌，对，会觉得哦，家里不就要舒舒服服的，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干净？然后为什么你东西要摆得那么整齐？然后如果没有摆得很整齐，然后我们就会很生气。主要是你整理，对，我90%的家事是我们做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觉得老婆整理的没有想象中的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一定会吵架的。然后有一次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好回家，然后看到地上有头发，真的不行。对，然后我就很头发很正常啊，所以我老婆就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是你老婆头发还是别人的头发？我老婆的头发哦，如果是别人的头发，我会生气。对，你好低调。对，也是老婆头发。对，然后我就很崩溃，就是我希望，就连家里有一根头发我都很痛苦。啊，你在你家里好大哦。对，他应该是连那种水龙头有点水渍的，他都不洗。对对对对对，了解。什么标签都要转向。这样子男人可以嫁吗？应该要问的是说你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老婆不做的话，你会不会念？你会不会念我？现在不会了。现在不会，就是你来做，然后开始的时候会念我，刚开始会适应期，差不多有两三年，对，然后其实会慢慢被你影响，就觉得哦，好像干净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生活，应该要对，不要念我们，他做就好了，我们更加分，对，真的，就如果你看不惯，你就自己说就好了，那你不要要求我要做到你的那个标准，是不是？很 OK 的，但是印主，我问你哦。如果就是有男的收纳师到你家帮你整理，你 OK 吗？其实我觉得我应该 OK，因为我身边是蛮多各行各业身边的人都是男生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很习惯，对，我很习惯接触。就是说男生会不会，比如说他整理，然后他要碰到一些比较贴身的内衣啊，内衣裤怎么办？那我会 make sure 我的内衣裤是好看的吗？OK， 那你看，他的重点完全不一样。没有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是做这个行业的。对 ，OK， 我如果真的不小心走光。那我走光那颗美吗？那颗好看吗？那我就是这个逻辑。对，因为我怕不好看的被人家发现，这样子有点丢脸。当事人，其实你有没有遇到困扰？有，其实我们预约我们的女生大95%都是客户。哦，都是女生来找你整理啊？对，所以我们遇到女生的客户要整理贴身衣物，我们都会问她说，贴身衣物需不需要我们去整理？对，会先跟她说一声。那如果她可以接受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接受。你应该问问老师有没有看过不该看的东西。
其实很常看到，就是我们就会当作没看到。什么叫不该看的东西？我不太理解它的定义。就是床头柜旁边有枪。对，这可以播吗？不是真的枪吗？对，真的是枪。好，哇塞，还有什么比较不要违法的东西？就是比较贴身，就是隐私的东西，就是比如说。情趣用品，这个是正常，对，这个量太大，我们会自己也吓一跳。你说它总共有785个情趣用品，可能整个柜子有中盘中的概念，满满的。那个也需要你们整理吗？没有，那个我们就那个是格雷的家了吧？对，不是格雷没有这么多，我觉得。